莲池大师，我们介绍一下他另外一个法名叫朱红，啊，朱红，啊，明末四大师之一，他是杭州人，他姓沈，他为什么学佛呢？因为他看到邻居一个老妇念佛，他问他说：“你为什么念佛？”那个老妇人说：“我先生念佛呢。” 能够生无病苦，能够医治失智，往生念佛非常好。莲子大师受了他的影响，在他的书桌前面写了一个“生死四大”四个字。啊，他也是通禅宗，在归心净土的。啊，他本来是生言，生言就是秀才。啊，那么以前科举考试呢？ 拿到入学资格的读书人，也是士大夫的最基层，叫生源，在以前的府啦、州啦、县啦，在府学、跟州学、跟县学里面，生源呢，它里面也有共生啦、啊，也有监生啦、啊，这些名称统称为诸生。啊，所以年少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呢，他就补这个诸生这个缺。 那么他二十七岁以后呢，他在四年之间呢，他连续遭到丧父、丧母，啊，这个痛苦，那他做了七笔勾，啊，出家受具足戒，字号莲池，晚年呢，居住在云栖寺。 在现在都杭州，所以一般大家都称他叫莲池大师，或者云栖大师。啊，他编的书呢，《云栖法会》非常大部头的经典。他提倡念佛风化，在那一代被推为莲宗，就是净土宗第八祖。 跟当时明朝的紫柏真可大师、憨山德清大师、明末清初的偶义智旭大师，就是偶义大师，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他在隆庆五年的时候，从外地参访回到杭州，起时换称呢，就到这个云栖山下的时候呢，看到云栖山水幽极。 就在这个地方呢，睫毛棚脊柱安居。他做了七七笔勾呢，这七笔勾非常的好，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恩重山丘，无顶三生呢，谓之错，这是指如何尽孝。啊，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 差出世大因有还请整波孝子贤孙好像真空就因此把五受的封章一笔勾啊，这是第一个。你要真正有成就，你的父父母亲才可以离尘垢，离尘垢就是离开轮回。所以呢，真正要做什么？ 你孝子贤孙要做什么？要向真空救，要彻悟常住真心这个离体，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才是尽孝的最圆满。否则你恩重山丘，就是父母亲的恩，就算五顶三生来来来供养都没办法报，所以五受封章的一笔勾。第二个。 是指夫妻爱情，凤里鸾丑，恩爱千层何路修？何鬼桥相守，缘尽还分手。差为你两愁磨，披家带丑，披家带带丑，气破冤家各自寻门走，因此把沂水夫妻一笔勾。 他就是说，凤凰，然后就是就是很美的这个鸟，他们恩爱天成，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呢？人跟人作为人，夫妻之间、爱人之间，活鬼，桥相锁，虽然锁一辈子，最后还是要分开去当鬼。严禁还婚锁，严禁还是要分开，擦。 为你两筹谋，你们两个连在一起呢，就是披家带草，对不对？就自己把对方上手考，自己也上手考。你要先了解呀、啊，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记仇啊。所以要去破冤家寻，各住玄门走，自己找出路了。因此，把以水之欢的夫妻呢，一笔勾掉了。啊，以水夫妻一笔勾。 第三个，身世苍友，莫为偶身作远忧。一喜燕山渡，今日凡成后差，毕竟有时休，总归无后，谁是当人？万古长如旧。因此，把贵子男孙一笔勾。就是你的子孙，你要怎么去看待？他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像……” 苍苍有就是身上长了一个苍疤一样，不要为耳身做隐忧啊！你想想看，以前的窦燕山，窦燕山我们讲过了，《三字经》里面讲，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后来，他祖父在给他托梦，他说他短命，没有儿子。后来窦燕山行功立德。 啊，不断的去行善，改变了命运。啊，活到八十二岁，无疾而终，谈笑而往生。啊，五子八孙都当官的。他这里跟你讲说，一起燕山斗想到以前的窦燕山，今天还存在吗？差，毕竟有春秋。 就算再好的子孙，还是有结束的时候嘛。言尽了就是结束的嘛。总归无后嘛。所以想着以前的人呢，啊，到下次他要去轮回，到别的别的地方去的，他也不是你的亲人了。啊，这一次是你的儿子，下次是当别人的儿子，他也不是你的儿子了。万古长如旧，从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啊。因此。 把贵、啊、子男孙一笔勾，贵子男孙就是孝子贤孙，也要放下。啊，这这个勾不是，就是不要理他，不是，就是放下。第四，独占鳌头，慢说男儿得一秋，金印悬如斗，生势非常非常久。差多少王师久，童言好说，梦觉黄粱，一笑无何有。 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你就算考试都考第一名了，独占鳌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一个得意官场，得意功名？当官当了多大，金印咸猪斗；当官当了多少的官，生死非常的久。但是最后还是要退休啊，最后还是要结束啊，最后还是要。 搞不好被贬官呢、啊，搞不好被断头啊！多少汪子求啊！从年轻努力到老，头发、啊、都白了。哎，我很多同学当官的，当了局长了、啊，啊，当到当到副署长了、啊，头发、啊、都白了。我选择奖金说啊这一条路，虽然比较寂寞，但是我活得很快乐。 他们了都不快乐，因为没有官乐就不快乐了，有官乐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快乐，啊，童言好说，从年轻干到老，白头发了，原来是黄粱一梦，梦觉黄粱，啊，一笑无后有，啊，因此把富贵功名放下了一笔勾，第五。 互比王侯，你道欢喜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忧寝户。求者多生受，得者忧寝户。差，但患肾真修，纳一如秀，天地无如大夏何西垢。Go! 因此把家舍田连一笔勾。哎呀，我们一栋房子在买一栋，我买一栋楼房啊，啊。 一栋楼房再买一栋楼房啊！我们现在讲叫做啊，包租公包租婆啊，啊，一大堆房子填了一大堆啊。他说：“你富贵就像公侯将相了，王侯将相了啊！你说欢乐的时候，我说忧愁啊，有所求就会有感受啊。” 得到的时候又怕失去呀，哎呀，不如粗茶淡饭。我这个出家人呢、啊，出粗茶淡饭呢，啊，就像很珍贵的食物。我穿这个出家人的衲衣呢，就像锦绣。啊，我云游四方呢，天地就像我的房子一样。我何必去盖房子呢？大厦何须够呢？因此。 我把家事田连放下了一笔勾。再来第六个，学海长流，文正光芒色斗牛，百亿从中走，多酒诗千首，插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生死眼前半字难相救，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嗨，这段才是好。这连词大师的文笔，人家那个文言文的底子实在是厚啊。 现在根本找不到这种人才啊好！好你你才高八斗，学海像大海一样长流，像河流这么多。你文章光芒四射，别人都比不上你。把意义从中走，斗酒数千首。哎呀，你什么都会，饮酒作诗呢啊，可以作上上千首。 但是你好像心中是锦绣满胸，好像很了不起啊！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啦。为什么？因为生死一套的时候，一句一句诗歌都不能救你，啊，一篇文章都不能救你，半字难相救啊！你写了这么多美的文章，这么多这么多首诗，到死的时候没有一篇文章可以救你，没有一首诗可以救你。 半自然相救，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最后一个，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事愁，烟里迷花柳，旗酒遇亲友，差眼底成风流，苦归身后，可惜光阴，马鲁空回首，因此把红叶情怀一笔勾。 哎呀，我们喜欢世间的去听一场音乐吗？这样、啊、去看一场好电影吗？去游山玩水呢，还是周游世界呢？嗯，红叶情怀。他说呢，夏赏春游，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啊，这些歌舞场中，哎呀，去听一场京戏，啊，去享受一下歌舞场中乐事愁。 就像吃什么呢？你迷恋这个东西，就好像吃稀饭。这个丑呢，就越来越丑了，没有水了。烟里米花流啊，旗酒一千流、啊。哎呀，跟朋友啦喝酒聊天啦，哈、哦，娱乐啦，唱歌啦。他说：“你眼底成风流啊，这些苦啊，到死后以后啊，可惜啊，生命都浪费掉了，可惜光阴啊。 马路空挥手，回头一看呢、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得到，空挥手，因此把红月情怀一笔勾啊，啊！这个是莲池大师。那么莲池大师呢，啊，在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里面卷二十七里面有记载。 他是莲池大师，他非常努力的戒杀生，而且这个崇尚放生，他做了很多文章呢啊。红传在这个世间啊，那当时在海内外，就是在中国各地呢，大家都非常的尊敬这个莲池大师。 那么莲池大师曾经讲“圆结晶以尽慈世”，听众呢每天都上万人，哇、哦，这个不简单呢，啊，莲池大师讲“圆结晶”有到一万多个听众呢，啊，那么莲池大师就要要建这个万公祠啊。 为放生池要建立一个放生池，那么他八十岁的诞辰呢、啊，啊，又把它拓宽了。后来有向他，他有请信众呢一起来建设这个放生池，啊，有上方跟长寿两池，啊，每年呢都差不多过一百余斤，啊，山中呢啊这个。 山中设呢放生所，那就这些灰走的这些这些动这些生物，啊，那这么放生的钱要多呢，怎么办呢？那这些佛寺里面这些出家人，他们就减口以养殖，就大家是尽量节省，每年大概省下呢会用大概是每年大概需要会用呢米大概两百担。 然后，这个寒山大师就就记载这样了。他说，莲池大师在放这些鱼主、善民、造者，就是放这些鸟的时候，觉得很吵。这些鸟会会呱呱呱呱噪。可是这些鸟很奇怪的，听到出家人打木鱼声的时候呢，它就急然哦听，没有声音，静悄悄的。这些鸟听到出家人在念佛打木鱼的声音的时候，它静悄悄的在听。 等到木医声停止的时候呢，啊，他又恢复骨刺鲜明，又开始在那边叫了，飞来飞去的。他说：“这个，这个就是鸟有佛性呢、啊。所以佛说孝敏为戒啊，如何有养无尽呢、啊？佛说真正的大孝就是最大、最最好的这戒戒条啊，啊，最大的戒法。” 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些万这些动物呢，他供养他们呢，他有恭敬心呢、啊，而且是有礼在里面呢、啊。这不是已经达到孝的极致了吗？啊。再来灵宠，属灵宠而得度。那这个典故是来自哪里呢？ 就是永明延寿禅师，我们净土中的第六祖啊，大家现在都会纪念阿弥陀佛圣诞，十一月十七号。阿弥陀佛圣诞，十一月十七号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的生日，所以以他呢来作为阿弥陀佛圣诞啊，可见呢他是阿弥陀佛啊再来的。 那么在联石大的放生文注解里面有提到，这个鼠灵虫呢是永明颜色大师，会延寿。当时那个地方的国王叫吴越王钱文牧镇守杭州。那么当时呢，永明颜色大师还没有出家，他当时是一个。 杭州余杭县，余杭县应该是余姚、杭州那一带的余杭县的库吏，就管这个税收的。那永明大师呢，常常以库钱呢，就是公家的钱呢，去买鱼虾放生。后来人家就检举他呢，监守自盗，按照法律呢，应该砍头。 可是这个吴越王呢，当时就知道说呢，这位酷吏呢，就是有名大师都在放生，他就派一个人呢，去跟这个行刑者，就是刽子手讲，他说：如果你要砍头的时候，你看到有名颜色大众如果是惊慌失恐的话，那就砍下去；如果面不改色呢，那刀下留人。 啊！这个皇帝就这样交代这个刽子手了。可是呢，当要砍头的时候呢，有名年寿大师呢，临死到临死的地方呢，他面无气色，他没有忧愁，他没有忧伤，啊，非常自在。人家觉得很奇怪啦，就问他啦。 旁边的人就问有名延寿大师说：“你为什么不怕死呢？”那、啊、有名延寿大师说：“吾以库钱毫无施用，尽买放生命，莫诸其事。今死今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亦乐乎？” <laughs> 他讲这几句话，换成白话说：“我拿这些公家的库钱，我没有拿来私人用，我全部把它买来买物放生。” 救这些生物的生命，救多少我已经不知道数字的。现在死了以后，我可以直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一件大乐的事情吗？他他要砍头说讲这几句话，啊，五夜王听到以后把他放了。我跟你讲，五夜王到后来呢，当他的总护法。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中金路。 啊，有名元素大师编辑这本《中进录》啊，被我们近代的南怀瑾老师呢称赞，说是啊，这个有名元有名元素的大师呢被南怀瑾称赞。那雍正皇帝呢非常喜欢，雍正皇帝非常喜欢这个《中进》。雍正皇帝也是成年在来的，那境界很高啊，啊。 所以雍正皇帝怎么说？有名言说大师呢？他说是政党第一导师啊，政党就是中国啊。他说是有名言说的有名言说大师，这个中经路啊是第一妙点，那就是这本。待会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吴魏王在这里面也有写西文，也有写西文，他后来。 变成永明延寿大师的护法，啊，后来呢，吴越王把他释放以后呢，永明大师就出家了，然后他修禅理忏，后来他是跟普贤菩萨沾纠，他到底要修哪个法门？后来普贤菩萨呢，给他。 这个视线呢，叫他修净土。后来他归心净土，他是通禅的啊。有名人说，他是对禅宗非常深入啊。后瓦斯讲啊，古代这些禅宗大德啊，他都表法，最后由禅入境，他归心净土。为什么？他要度这些修禅的人，也最后呢，啊，归心净土。所以有名言说，大师莲池大师都是从禅宗进入净土中的。 这里讲修禅理忏，啊，得无碍辩才，啊。那么永明大师涅盘以后，有一位出家人断了气，到阴间去，后来回魂。这位出家人魂到阴间去以后，阎王在问他，问完以后把他放回来。 放回魂以后呢，这位僧人经过的时候，看到阎罗王的旁边呢，有挂一尊像，一个出家人的像。那阎王呢，在礼拜永明大师，啊，他就问这位僧人呐、啊，就问阎王说了：“你拜我这位是谁啊？”因为这位僧人不认识他是永明大师嘛，他就问阎王说。 你现在礼拜这一尊这位出家人是谁？阎王跟他讲，他说就是阳间的永明寿禅师啊，哈，他已经升西方了，而且上品上升了。阎王尊敬永明延寿大师的德行啊，所以天天礼拜啊。你想想看。 这就是有名颜色大师，他成道的经过，啊。